完了这帮家在这里讲关于屎的故事。长在一边不是我们、啊、这个小宇宙蹭蹭的往上讲。这个还在吃，来看一下镜头嘛。懒得理你，吃完再说。我觉得吃完之后感觉皮肤感觉明显没有这么毛躁。原来还有这个作用啊。对，我觉得采访一下，就是昨天吃的大蒜炒饭脸上一直很毛啊。然后都特别干，然后吃完之后特别觉得脸上皮肤就觉得好很多。